5月1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官网发布唐山港京津港区东北部海域实弹射击的通告，文号暨航通2020-0063号。根据该通告，2020年5月14号0时至2020年7月31号20:40，经所有无关船舶和人员停止在此时间段此管制区域内的一切活动，并提前撤离至安全区域，以免发生意外。该安全管制区范围北纬39度25分、东经119度10分为基点，正东方向至正南偏西6度、半径25公里的扇形海域内。唐山港毗邻京津冀城市群，京唐港距离韩国仁川400海里、日本长崎680海里、神户935海里，与矿石出口国澳大利亚、巴西、秘鲁、南非、印度等国海运航线也十分顺畅。京唐港地处京津唐一级经济区网络之中，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国家重点开放开发地区，腹地广阔，货源充足，交通便捷，直接经济腹地。唐山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多种农副产品富集地区，也形成煤炭、钢铁、电力、建材、机械、化工、陶瓷、纺织、造纸、食品十大支柱产业，又是沟通东北及华北的商品集散地和运输要道，每年有大量的内外运货物，间接经济腹地可覆盖河北、北京、山西、宁夏、内蒙古和陕西等地。该港口占据华北与东北的交通咽喉地带，上能同京九铁路、京沪铁路、京广铁路交通大动脉相连，下能同京哈铁路、京承铁路、京包铁路、欧亚大通道相连接。